西瓜，你这样变柠檬了呢。哇！大家好，太太 ，Hello。宝贝，妈妈发现夜市有出一种很特别的零食哦。什么？我们现在来去看看吧。好。你最喜欢哪一个图案？这个。有上面的成球，它彩色地瓜球是用天然的那个材料去染色的哟，像这样子很可爱的金色。啊，起锅喽！哇，好大颗！拿出去请大家吃吧。大颗的，我买好了，我们要回去跟大家分享。它还有一个空心的哦。哇，这样才好吃，因为它把它全部都弄酥酥的。你要哪一个？啊，西瓜。你这样变柠檬了呢。让爸爸试试看。彩色的绿色，试试看里面是什么。哇，所以它的颜色有不同的味道吗？应该吧，因为它是用不同的去调味的。难怪我每一个吃起来都像地瓜球的味道呢。超好吃的哦。小朋友超爱这个，好吃哦。